帮他负责到底，为什么？人家正常，那你呢？干你妈鸡巴！我不要再跟你多讲了啦！啊，你快走了，干你妈要鸡巴的，你自己去承担一切。哦，要不然你不想要这么多麻烦，你明天就把2万拿来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你留如果没2万没有拿来，你吃不完兜底。我跟你讲，我这次降费，我下后供了，我软硬都跟你讲。操你妈的，还不扣除你的房租12000，女儿10000，还留1万块给你做收费。不要好，干你妈！小郭每个月3万，也顶多啊，过年那个月不要多给他1万，不要少扣他1万。我的贵姐啊你，干你娘几百，你无什么贵女，还是卖贵女啊？我就跟你讲，安尼卖贵女啊，本来就是啊。你要想人家怎么对你，今天我跟你素未逢生呢，素未逢面呢，我跟你很熟吗？我也没有多拿1毛钱啊，1万2也付了3个月的薪水，没有错吧？